一直渴望着有一个爱我的人陪我走完这一生。我相信那个对的人，他有一天一定会接受到我的讯号，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只要我愿意的，顺着，就先顺着吧。如愿穿上白纱，守灵圣女找到真命天子，舒淇饰演渴望找到幸福的女人。剧中的她面对爱情有自我原则，仿佛映照出舒淇的现实世界，而如今她终于找到对的人。你要拿几卡切记？乖乖买。不多好。模拟嘛，还是周杰的。其实五年前，舒淇在导演侯孝贤的短片中就诠释出待嫁女儿心，细数嫁妆，准备出嫁，似乎预告这一天终将到来。现在回首看电影片段，着实令人心揪。其实影后舒淇演出的角色多变，能够熟女可爱，也敢大胆扮丑。拥有超强神力，大辣辣的形象不令扮丑，角色样貌差很大。舒淇要性感也能性感，电翻所有观众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根本不值得他爱。要不要一起养一只猫？饰演被有钱男人包养的女人，却爱上阮经天大谈不伦之恋，挑逗放电，搔首弄姿样样来。影迷大赞她女人味十足。一辈子很短，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。一个再也找不到比你都好的人。舒淇演艺路上总是挑战角色不设限，也让人看到她风情万种的不同面貌。记者黄少平、罗一景台北报道。